要解决什么问题？哦，那个是，你眼前看到一个那个不倒翁的那个大雕像啊，不倒翁的大雕像啊，一直在你眼前晃啊，一直在眼前晃，又让你心里明白有个不倒翁的样子的大雕像在晃，你说我知道了啊，也在我眼前有个不倒翁的，大雕像。很快就要出现了。对，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他就放了一个屏风，就把你之间隔开了啊，隔开了以后就不会在你眼前晃了，就一直在晃，一直在晃啊，一直在晃，所以呢，一直在晃啊，一直在一个，其中有个是不倒翁样子的，一直在晃啊，现在在眼前不晃了啊，挡掉了，像个屏风一样挡掉了啊，只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事啊，你知道了以后他就。他就挡掉了，挡掉了就你眼睛不看到晃了就，就不会再头晕了啊。是晕加痛，那个因为在一直晃嘛，晃就跟着你相当于一个眼前东西一直晃，在眼前晃出来的啊。那这个就这样啊。